的气球是蜘蛛人，创意气球牌卡第14卦，我天大有，提醒我们会大有作为，大有收获哦。步骤一，准备蜘蛛人造型气球一个，造型眼睛的贴纸两个，260长条气球，打气筒一个。步骤二，将蜘蛛人的造型气球充气，大约打6下，然后在吹嘴处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打结，大约8指宽。步骤三，我们贴上眼睛造型的贴纸。步骤四，260蓝色气球充气，尾端预留约5指宽，前面吹嘴处我们则一个5指宽的一个环泡。步骤五，将球嘴穿过环泡结中间做固定，接着我们转第二个5指宽环泡，步骤六，转第三个5指宽环泡，再转第四个5指宽环泡。步骤七，将四个环泡结调整为同一个平面，当蜘蛛人的身体。步骤八，将蜘蛛人的头部的吹嘴处跟花托的身体环绕固定。好，稍微做一下调整。步骤九，完成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换你试看看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